虽然昨天周深为上海制造音乐节宣传口播了，但是今天没有营业，那么如何预防相思病是现在生米关注的焦点。小编今天不挖矿了，来个盘点吧，盘点周深吐舌头的各大瞬间吧，希望可以缓解相思病的症状。而根据最近网传的周深行程，最近的也是4月9日在湖北荆州举办的中国电影大数据盛典，据说周深会去，而今天网传的嘉宾名单又没有周深了，不知道到底周深会不会出席。至于4月7日可能播出的《奔跑吧11》，这个是之前就拍好的，不属于最新行程，不知道盘点类视频能否帮大家缓解相思病。其实周深可以盘点的角度很多，比如盘点周深与话筒相爱相杀的各大瞬间等。